晚上好，抓紧时间直播。今天收工完了，就这个路上播一会儿，大概半个多小时吧。昨天只是一个错觉，那个慢综也没有那么慢。还行，也行。现在觉得10点多下班也不算啥。在车里。谢谢歌迷子一，一次比一次突然。本来想早点播的，这个。播不了了，一会儿下车就不播了，路上半个多小时。吃了，晚饭吃了。刚看完全员，今天做全员。去就不播，回去可能得11点了，11点洗漱一下就该睡觉了，明天还得早起。谢谢 Rhino Princess，晚上好，谢谢一心儿。本来都准备开始大富翁了，这么晚玩大富翁，也不知得玩到后半夜。谢谢冰激凌宝宝。我们也是200多月的小朋友，那不一样。谢谢山沟沟里的大黑，谢谢波浪浩涛，劳模。抓紧时间工作。看起来很累的样子，有吗？很累吗？还好吧。谢谢的小钳子，今天下班有点晚。谢谢地球测评日记，谢谢梦梦不想繁忙。最近为之前的 ID 诅咒，之前什么 ID？谢谢可丽脆脆饼。刚
刚看完《全员》，你就开播了，等你半天了。你把我们当猎男人了，要抓你不容最新一期不是被抓的挺容易的，莫名其妙就被抓。谢谢卢卡宁宁。本来大富翁马上就建好房间了，一开播四个人瞬间跑了俩。你们都这么晚玩游戏吗？镜头这么大，啊，周末了是吧？周五了。谢谢今天又没说话，谢谢木土钉子。今天下班挺晚，是的，回去就该睡觉了，早上不到7点起床。谢谢不会起名的冰冰呀。顺利抢到火车票，谢谢，叫我 KO 就好，名字不太长。还以为不会播的都准备睡觉了，早点睡也行，或者看会儿直播应该就能睡着。谢谢鸡脚君，今天带娃开心吗？可以，开心，就是下雨了。整了一身泥。谢谢东兔东东，谢谢零度，今天也很开心。刚降完虫，降完重就看到开播。什么叫刚降完重？谢谢谢谢的小钳子，感谢主播的魔术 vlog， 见到了这几个魔术的真容，发出了在现场没能发出的感叹。啊，为啥在现场没发出啊？我们变的不是一样的魔术吗？除了他那个没变出来，除了他那些炫技的洗牌手法，还有空手变扑克牌以外，我不都是我变的吗？我现场变的不是一样的吗？又没翻车，为啥现场为什么你们不感慨一下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有那个蜂鸟，那个现场没变。现场你们看不清楚啊，近景魔术就得发视频才能看清楚。谢谢梦梦不想繁忙，之前有一阵ID 叫梦梦繁忙音，自从改了就没闲下来过。那现在这个挺好的。谢谢涛多多的小饼干。300个月的宝宝可以参加吗？我不知道啊，那你去给节目组投投简历，看看能不能选上。谢谢远山燕，这件荧光色梦回绿衣女巫了。谢谢白月光的小王子，抽盲审的论文已经过了，离毕业又进了一步。好的，恭喜。谢谢。什么不不什么不不悲伤猕猴桃，谢谢谢谢的小钳子，现场发出的感叹是哇好可爱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变得哪里不好了？谢谢粗卡哈密瓜，找工作找焦虑了，一切顺利，一
天顺地，谢谢光念不是光干。什么时候能见到直播？当场炫个技，他那些魔术都得练好久，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。谢谢黎黎勇敢版，谢谢兜兜兜豆子。答辩结束了，然后毕业顺利，谢谢。谢谢奶香苦柠茶西，谢谢张困困，还是很困。谢谢可丽脆脆饼，一堆人一起拼脸，就是在招猎人，肯定有单线程的就逮着你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懂？五个人左右都在一块儿。我心想五个人，那我不，就算猎人来了，我也不是跑得最慢的那个。结果我走神了，我压根没听到猎人来，然后其他人都跑了。我没听到猎人来，然后也没看到，也没听到也没看到，我都不知道。当我看到大家跑的时候，我根本都不知道往哪儿跑，然后就被抓了。卡了吗？那这边信号不好了。吸取教训了，人一多很容易有猎人，而且那种情况下，他就容易在那附近转悠，就是在那种交任务的地方。谢谢零度，今天也很开心啊！降虫论文降虫啊，行。谢谢拉丝小兔养狗中，查重那个，谢谢橙子，谢谢荒草梦河，谢谢 Lanity，难受兄弟没有库存了呀。谢谢，今天认真营业了吗？昨天虽然没有5分钟睡着，但是感谢让习惯11点睡觉的。什么9点半就失去意识了？我昨天几点播的？我昨天8点半播的。8点半之后了吧？那也没播多一会儿，你就睡着了。50分钟睡着，可能从5分钟变成50分钟了。又卡了。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那个5G信号不好的地方。AD 钙奶，谢谢一心儿，谢谢是 Stella 不是斯黛拉，现场没注意看魔术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你这准备了那么半天没认真看。谢谢英，第二天就打破了昨天晚上每天都能这么轻松的设想，确实，谢谢我才不闹心，
谢谢，养了一只淘淘兔。祝你毕设论文顺利完成，谢谢，借我5块钱吃肠粉。谢谢小红红 Little Red，谢谢莹莹 Stopping 宝宝。没吃早饭，急着实习，结果差点低血糖晕在地铁站。那还是要记得吃早饭。那地铁里面人挤人，时间久了，空气不流通，就是很容易低血糖。谢谢 Lear 胡。看手机不会晕车吗？还行，我可以时不时的看看别的地方。谢谢歌迷子一，我看了，我很认真的看了魔术，绝对不是在观察有没有翻车，更没有在期待翻车，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谢谢不加糖的糖糖糖糖糖呀，谢谢练涛蓄意师，英语没考好，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下次好好考。谢谢是二童呀。以为今天不会播，就出来骑车吃宵夜。你这个到底是为了健康还是自己吃？有点社恐，恰好饭上来的时候，主播开播了啊，这就不算自己吃了是吧？谢谢吧唧鱼。上周这个时候快唱想见你，时间过得好快。谢谢他要好好吃饭，四级顺利。小童丹小林要高考了，哦，高考顺利啊，高考顺利。谢谢是加一不是加二加三，谢谢怀怀可期。谢谢蝶语，太专注的时候注意不到身外事，所以嘛，这个节目其实很需要这种多线程的处理能力，要么是你就得边躲边去完成任务，然后有时候还要去。边躲边完成自己的任务，还要边跟人沟通，还要同时跟不同的人什么打电话啊、发信息，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于单线程的人简直是一种折磨，完全没有办法放松。谢谢芝士玫瑰乳酪。这个月户外吃播好多，下个月没有的话，感觉会很不适应。那好吧，今天也没有吃播。谢谢东兔东东。刷卡那趴为啥让皇子给大靖哥刷？让大靖哥响铃不是更好？忘了，好像当时是想迷惑对方吧，让别人觉得我们的头号玩家是另有其人嘛，所以要让有可能被我们选中那个定向的人，他能被好几个人刷到，好几个有可能成为头号玩家的人刷到。是这样，谢谢不会起名的冰冰呀。
谢谢瞌睡虫最近迷上了盘手串儿，很解压，可以。谢谢的小钳子，蜂鸟到底怎么搞的？那个很难的，当然不是特效了。谢谢小小汤汤出差中，谢谢 raining raining。本来都打扫完，准备去洗漱洗漱睡觉了，在20分就能说早上好了。20分早上好了，你是不是看错时间了？谢谢黎黎勇敢版。昨天7点多就睡了，一醒来朋友圈全是照片。睡得这么早吗？谢谢念旧大王，谢谢小易，谢谢 Heartbroken Mint。从长沙过来，感觉江浙沪还在过冬天，确实挺冷。谢谢悸动备忘录，谢谢抹茶可可西，谢谢岁月之海，谢谢是 Stella 不是斯黛拉，谢谢居居陶陶妹妹，谢谢不爱取名的风笑，谢谢兔只会掏兜。今天朋友圈大家精神状态都回到了上周五，从。因为快放假了呗，因为放假了，休息了，周末了。谢谢七次方，魔术认真看了，非常精彩。露露怎么样？露露应该快好了，周末或者下周就可以去拆线了。谢谢面团呼噜的萌兔火箭，谢谢可丽脆脆饼。怪摄像老师每次想认真看的时候，就来回切近远景，只能想起盒子魔术的那种。哦，就是景别切的，可能是吧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切，是吧？因为那个是当时是我身后侧方有一个机位。他就可能一直在切，然后有时候需要展示的时候，他需要切一个近景，需要切一个特写，但可能切的慢吧，所以你们是不是？哎，难受，你们都没看到是吧？谢谢 Joyce 8816，谢谢是冉冉不是冉冉。研究生上岸211了，哇，恭喜呀！谢谢橙子，想问问这个魔术学了多久？这个魔术学得很快，因为我是啥时候去学的？4月初去学的，没学多久。谢谢默默0926。哪些花儿唱的好听？每一个字都在调上。这是什么极高的评价吗？每个字在调上。谢谢 Nothing 图。这鸟在教室里拉屎，一直在都是。谢谢一心儿。谢谢兔院魔法师阿青。作为古希腊掌管自己给自己分流的神，居然没在节目时间段播。我也想播来着，今天要是收工早，我就播了，8点多就播。谢谢浅夏伊人念长安。谢谢树与木右寸，谢谢小猫困包。江浙沪有吃到过腌制的鱼生吗？还没有，感觉那个吃了容易拉肚子。谢谢不想上学，13号的时候过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桃子不桃了，发生了开心的事，可
可以，谢谢泛泛吃呗，谢谢巴娜娜0727宝宝。生日会结束，捡的现场装饰的半人高的大泡沫板，千辛万苦带回了广州。谢谢 loyalty，感冒加柳絮超级难受，出门戴口罩呀。谢谢 Randall Princess，谢谢陈实，谢谢白城味烤冷面。已经期待明水那期了，当时那个路老难跑了，一脚踩水里，差点体会到主播千纸期的感受。谢谢友离离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青岩。谢谢零四幺零号小行星，谢谢心动日记，哼，你就猜吧。谢谢芝士玫瑰乳酪，魔术露露一区看到了，还记得我当时因为你没翻车还很诧异。不是你们很奇怪，你们居然是不是啊？你们看的魔术太多了，你们看一个魔术，关注点不是哇，这个魔术怎么变得好神奇？哇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这是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的注意力不在他怎么变的这件事情，而是他怎么没有翻车？太奇怪了，你们。谢谢 Heartbroken Mint。现在的动作是两台手机左右开弓吗？对啊，两台手机，一个看 SC。谢谢的小钳子，让我夸夸主播讲课讲的循循善诱，赏心悦目。哼，谢谢摸鱼提示，考试顺利。谢谢 Lucifer。把上周走格子游戏的自己的解法整理出来发了 B 站，两横两竖和两斜等价。谢谢远山燕，在 AD 干哪吗？对啊，谢谢 Yuki C 池，进来为接下来顺顺利利。谢谢一心儿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这种人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谢谢紫瞳梧桐姐姐。谢谢歌迷紫衣。哇，这个魔术怎么变得好神奇？你好厉害呀，变得好成功。支付宝到账5元。谢谢那个什么九九爱喝热可可，谢谢爱卖火柴的鹿。看魔术不重要是吧？那以后不搞了。好不容易变好了，你们好像很失望的感觉。谢谢兔子会掏兜，还不是因为想过周末才想念上周五。嗯，我知道。谢谢木七的阿卷卷，明天考试加油。谢谢王艺如，坐车玩手机不晕车吗？锻炼出来了，好像不晕。谢谢涛涛笑点
17，明天生日快乐，谢谢歌迷子怡。昨天抢到5一玩完回火车票，回北京的火车票。啊，好，加油！谢谢，借我5块钱吃肠粉。对吗？什么路呀，这是？谢谢掏兜兜的小饼干。现场坐在保安大哥旁边，他说我是假粉，为什么没哭？结果蛋糕推出来，我爆哭，他就再也不跟我聊天了。保安大哥这么社牛吗？谢谢蜘蛛 C66 小刀，之前翻车的几次都太有意思了。行吧，谢谢风和音音。我全程在认真看魔术，那段是唯一没顾上录像的。最后一排为了看清楚，全神贯注在看大屏，真棒！谢谢纳兰涛，当时在现场魔术表演真的很厉害，哇，好神奇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珍妮妮姐姐。并没有等翻车，我和小朋友。和我的小伙伴在变魔术的时候，光顾着看脸了，导致最后做题的时候一脸懵，只能等着别人答，就没认真做答题卡呗。谢谢蒲西月。拔智齿超级痛，以为你今天结束的早，可以看玩个鸭啥。这几天都播不了游戏，就只能拿手机播一播。谢谢阿良是只咕咕咕。当时有在认真看魔术的阿良来举手，身边各位都在超大声哇！谢谢拉丝不吃辣，谢谢橙子，下次生日会搞定整个雪人。不是有人整吗？我又看到了。谢谢 Lanoty。谢谢仲夏偷猎者。谢谢一杯乌龙奶茶。谢谢叫我 KO 就好，名字不太长。魔术之前的翻车合集小短片太先入为主。就是，不是主要，这魔术这东西，它以前也。都是这样的，所以没什么素材可以放，只能放这些有效果的。谢谢 raining raining，因为每次你的魔术都变得很别出心裁，在没想到的地方翻车，不翻车都是魔术的一种哦。谢谢的小钳子。洗牌可太难了，谢谢吧唧鱼，沉浸式体验坐车，超级晕车，你看这个都晕车吗？谢谢马猴烧酒贺三三，13号是20岁生日，啊，是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考试生活顺利，谢谢逛逛飞碟节。谢谢卖火柴的鹿，谢谢一心儿，魔术预期特别大，该大变活人或者大型魔术，大型魔术很难呀，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。谢谢紫瞳梧桐姐姐，谢谢奇思妙想笔记本。谢谢可丽脆脆饼，谢谢阿深深深，谢谢透明紫苏叶，谢谢卢卡宁宁。能差不多快要下播了，快到了。谢谢 Lucifer，
次数限制解释横竖各两步和斜两步在位置和轮子上都等效，似乎可以正推必胜策略。差不多，大概明白你意思。谢谢薄荷柠檬，谢谢 Joyce 八八一十六。我有魔力，生日会开场前还萎靡不振，中暑了。啊，这季节还能中暑？结束的时候叫的比旁边人都响，旁边的小伙伴。哦，到了，我得要下播了，朋友们。好看爱看多来，谢谢阿基拉姐姐说 WTYYDS， 考试加油，考试加油。明天生日快乐，谢谢甜桃味莫吉托。我准备下播了，我到了。谢谢鱼芝芝，谢谢一颗独特的小星星，谢谢 Level D 兔院魔法师阿青，谢谢兔宝宝是桃子，谢谢王艺如，谢谢小小汤汤出差中，谢谢元气满满桃，谢谢 Rhino Princess， 推扭蛋机，还以为是大便活人是吧？谢谢兔宝宝是桃子，谢谢浅浅。谢谢光念不是光干，谢谢林江儿，谢谢咕咕嘎嘎呱呱呱，谢谢一口狗狗饼，谢谢睡眠已欠费。上个星期现场魔术没翻车，特别震惊，之前一直以为去不了现场，结果后面硬把事情抢完去现场了，特别幸福。谢谢十三鱼宝宝。好好，早点休息，各位晚安，好梦。谢谢拉斯皮卡相信科学，我就溜了，今天就少播一会儿。到了，我回去准备洗洗睡觉了，明天还得早起。拜拜，各位晚安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，只有一个手了。